人在水中快还是大白鲨快？日前，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和大白鲨上演了人鲨百米大战，人类最终是以2秒之差败北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与菲尔普斯比赛的其实是电脑合成的大白鲨影像。比赛之前，菲尔普斯先和大白鲨来了次亲密接触，他还没钻进笼子，大白鲨就已经按捺不住开始撕咬笼架。菲尔普斯刚一下水，鲨鱼就开始在周围盘旋，伺机出击。从笼内拍摄的画面中，大白鲨不断发动攻击，血盆大口近在咫尺，锋利的牙齿清晰可见。和这么凶猛的生物比赛，可能还是通过电脑合成技术更加安全。发令员一声令下，菲尔普斯鱼跃入水，与大白鲨齐头并进。菲尔普斯身着特制的鲨鱼皮泳衣，脚穿单片脚蹼，奋力前进。不过大白鲨后来居上，完成反超。最终大白鲨率先撞线，36.1秒，比菲尔普斯快了整整2秒，获得胜利。